他对人很好了，蛮靓仔咩？很可爱啊，年轻漂亮，学究，漂亮。杨洋，黑咖啡，对对对，水瓶座。天秤座，周杰伦。 美食吃，<笑>对对对，他肯定是要喜欢看连续剧啊，乱<笑>旅行好吗？旅行，美食，美妆博主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，旅游或是美食吧，还有咖啡，还想什么好？你还有机会，我一般只送玫瑰花，就用玉米饭，实在的豆腐花，有的吃的嘛。他喜欢很多花，各种各样的，可能是郁金香。 最幸福的一刻，我感觉就是把一天所有的学习和工作都做完，然后一起围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，是最幸福、最期待的时候。很多玫瑰花在地上，然后他拿了那个乌克丽丽在弹一首歌给我听。我太太说的，去希腊旅行，背了10多斤的照相设备，为她拍照。最紧要大家互相理解、互相尊重咯。 咁大家咪平淡淡过日子都系一种爱嚟噶，唔需要话一定要系情人节。